最近全网大热的绝杀妆，我也要来尝试一下。这妆简直就是直男斩，太适合约会了。520也快到了，正好能够派上用场哦。底妆的部分其实很常规，轻薄干净就好了。但我发现能够提升整个氛围感的秘密武器是今天搭配的这一支 MAC 全球首发新品 MAC 黑魔杖口红，自带了一种沙感新哑光，一共12支色号，每一支颜色都有它独特的气质，无法复刻的那种。上唇不仅饱和度高，很显色，还能12小时持色。全新高定细管造型，黑色磨砂长管，还有一圈金边，是不是特别像一支魔法杖？首创沙感哑光的质地搭配妆面，竟然让我一时之间选择困难了。大家快来帮我看看今天涂哪一支出去呢？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这一支新色 MAC 893甜肉桂的调色真的太好看了，粉橘调和肉桂色的比例融合的恰到好处，薄涂是嫩嫩的杏粉色，看起来很元气，厚涂是暖暖的肉桂色，甜甜的粉橘肉桂调，就像在春日暖阳里舞动的花瓣和微风吹起的纱裙，少女感爆棚，既元气又很温暖，黄皮姐妹们完全可以放心别入。上唇就是这种很奶的感觉，上班上学约会逛街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的颜色。 MAC 黑魔杖口红这个系列都是沙感哑光的质地，每一支上唇都很清润，我唇纹其实是比较深的，但是你们看我涂好了之后，隐藏唇纹的效果真的是很绝，而且后续也完全不拔干。还有这个很像薄纱一样的上唇质感，涂起来完全没有什么负担，而且感觉还很丝滑。光说这一点，像咱们这种唇部比较干的姐妹们是不是就被垂直种草到了呢？这支 MAC 899桃豆沙，这一支也太适合软妹了吧，它是这种温温柔柔的豆沙蜜桃色，感觉它也特别适合伪素颜的时候涂，薄涂偏粉调，完全就是校园温柔学妹的即视感了。厚涂的话呢，很像捧了一把玫瑰花瓣，软弱温柔，感觉很像光影下少女眼睛上蒙着的一缕纱，唯美轻柔的纯欲感。像这样的豆沙色基本任何肤色都可以无压力的驾驭，春夏约会的时候简直太需要一支这样温柔体气色的口红助攻了，浪漫的氛围感瞬间就被烘托出来了。这一支颜色真的是越看越高级哦，偏裸的奶茶色涂上唇，给人感觉很清冷，很有质感，一支就可以搞定多种风格，颜色也不挑皮肤。薄涂是很温柔的奶咖色，很温柔知性，显得整个人都超有气质的。厚涂的话清冷感就更足了，很适合喜欢轻欧美妆或者是中性风的姐妹们了。硬纱裙小皮衣又美又飒的那种画面感就出来了，日常放一支在包里不会出错，下班后偶尔换个风格也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惊喜哦。这支 MAC 889宝石红，宝石红也太好看了吧，薄涂偏眉调，有一点类似草莓色，厚涂的话呢就是带了点蓝调的宝石红，既饱满又很浓郁，复古中带了点少女感，这种复古正红色涂上唇，无论是白皮、黄皮、橄榄皮都会很显白。换重点了，像这样子的颜色绝对是橄榄皮们的显白本命色了呀，涂上之后瞬间肤色都亮了起来。怎么样，看完今天的试色，你们有 get 到绝杀感的重点吗？一定要兼顾润感觉、显色觉、质感觉的哑光沙感，才能够真正做到一抹出窍，必成全场绝杀哦。520那天你准备涂哪一支绝杀唇色去遇见爱情呢？还不赶快 at 你们的男朋友进来送你们520礼物呀。